各位观众们，欢迎回到来收看 Office of CK Red Dawn， 也就是这个战争模组第六集了。现在呢，我们当时的时候，第五集的时候呢，是被卡在这个地方嘛，记得吗？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打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输完了。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再继续跟我们战争过。当然，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各位，一二三 ，Light Attack Go！ OK，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变人出来的地方，是吗？可以啊，是这样子变法。可以变帅啊，变帅啊！跳上去是吗？那 ，OK。那边也是没有坏人了，我们这一次要冲下去哦。我们这一次呢，就不可以再继续的待在这个屋顶上面了。OK， 我们要冲下去了，因为在上次我们就待在屋顶上面，结果发现到其实呢，这个方法呢是非常愚蠢的方法。OK， 因为呢，只要我们的军队越来越少的话呢，他们就会赢了这场战争。所以这次我们要赶快打过。哎呀，然后呢，我记得上一次呢，我的武器那些全部已经用完了，所以我也不晓得这一场战争我们能不能赢。但是祝我们好运吧。OK， 那边有一些，哎呦，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呀。我这样子给他打，其实不是一个好事来的。OK， bullshit， 哎呦喂，我被炸到肥掉了。OK， 其实我要一些很强烈，哎呀，我就是没有那些炸药的武器啦，若有的话比较简单一点。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打不过我们啊。死吧你 ，OK。哦。这是我军事人来，哇，不要撞我，哇。OK， 车子爆炸了！等一下！哎，兄弟，你给我过来一下好不好？让我上这辆车！哦 ，shit， 中了，你中枪了！让我上这辆车，快点 ！Let me in！ shit， 没有用啊，这辆车！啊，不可以了，很难哦！你看我军赛剩40多位罢了。他们还有剩这么多位，王位还有很多。19位啊，我们输了。啊，这场战争真是不容易打。很难打。哇 ，shit。OK， 我们输了 ，we lost the battle。哎，周围中警察了。What the fuck？ 他们叫警察来呀 ？OK， 他们竟然叫警察来，很好。这个也是我蛮喜欢的，他们竟然会叫警察过来打我，是吗？有很多哎，不可以了，我要逃离这个地点了。不可以了，打不赢了，我们逃离这个地点先，我们离开这个地点先。我们现在唯一要寻找生存，我们要离开这边了。OK， 我们输了这场战争，我们输了，不要紧，我们还是可以回到来的，因为现在我还在他们的地盘嘛，对不对？我最重要是要得到一辆强烈的那个那种战车还是飞机之类的，看有没有，先问候一下。OK， 那边有警察。
来，我们要叫 backup 过来先 ，paracube 过来，backup vehicle 有一辆强烈的吗？就比如说是 has 嘛 hasra 的那一辆，对 hasra 是最好的。来 ，partner， 跟我一起。其实我应该把这个弄掉好先，因为有警察出来是个不应该的事情哎，应该不会有警察的这个时刻。OK， 好来 ，OK， 还是要跑帅哦。但是那辆车在外面呢。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这样子，等一下他没有车吗？没有哦。OK， 我们没有车。OK， 来来，我们跑这边出，我们跑这里出去。啊，我们先爬下山先，爬下山，小心小心，不要跌倒，不要跌倒。哇，你看我身上中那么多武，中那么多枪啊！哎，这辆车啊，这辆车好像没有用途嘞。这辆车好像没有用途哎，还有多一辆可以吗？Oh shit！ 他们人来了！小心啊！他们来了啊！哇！竟然射那个烟弹下来给我们了、啊。OK。哦 ，shit！ 竟然射烟弹给我啊！OK， 另外两车过来聊，看是什么车先。强烈一点的油吗 ？What the hell？ 这什么鬼车哎、啊？这个哎 ，OK， 这个好，来下车。Everybody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It's time. 有这辆车可能会可以赢一点 ，OK。OK， 全部人被我炸到烂烂了。哎，你们也是死亡了、啊、？OK， 所以现在呢，我就驾驶这一辆大辆的这一个 rocket 车啊，跑上去这一个地方，然后跟我们再展开战争。OK， 这次绝对不要再输了哦，先射先哦。那我车来了，怕你们哪来呀？看你枪还是我枪，哪来？Take this zone， 炸我！那还要吗 ？OK， 开始了啊 ！The war is ready， 我的军事也是跑出来了，他们军事也跑出来了，来呀、啊，全部你们又死吧！你们那，哎呀，中午是炸什么地方？哇 ，easy man，OK、okay。啊、很多，这很多，那天幕炸，小心！哎，哎呦，不要给他们炸到我的车哦 ！Rocket 球可以闪啊，闪了没？闪了没？闪了没？很美，很美 ，Good，OK、okay。中线了，中线了，中底线了，快点，快冲射射 ，OK。哇，后面这个还射我是吗？那给你一粒，哦呦 ，shit。哇！啊，那、啊、给你们啊，去死吧你们！哇，这么近啊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哇！可是哎，车这样啊，不这样子炸不能够啊。OK， 这个已经死了，不用打了。里面还有一些，还会从里面出来的，炸炮的门间，出来呀，有本事出来呀。OK， 嗯，姐，哇，还有那么多啊 ，I see。这样烂掉的。坦克车挡着我路线。嗯。哦呦。
还没想办法炸我的车嘞。There you go， 哇，全部死，这个是他们出来的地方哟。OK，good。There you go， 哎呀，后面又来哦。No， 下那可以给你。哇，那边又来啊。There you go， 全部人死到完，那个是你们出来的地方是吗？你一直炸我的 rock， 你用 rock 炸我的车干嘛啊？你是没事情做是吗？可以，很多他们已经死亡很多了，这场仗好有可能我们会赢啊，因为目前我们人还剩107位 ，OK， 很有可能我们会赢这场战争。Good job。上面好像又来了一些。哦，我车着火了，哦 shit！ 哦 no！ 哎呀，我车翻了！给他爬起来先 ，OK， 成功，谢谢你的 rocket， 把我车炸 ！What the fuck！ 我车爆炸了啊，死掉了，我输了 ！What the hell！ 我车爆炸了 ，OK， 看一下我们会不会赢这场战争。We lost the battle. Oh shit, 我们还是输嘞。OK， 需要我借用这个俄罗斯军事的这个基地啊。哎，这个地方还用它这个地方来医治我自己本身。OK， 那我们可以赶快还是再来多一个战争啊，在这个地方了。怎么样呢？开始咯，一二三 ，start， light attack。OK， good， let's go。一来全部死亡先，死亡完先，死亡完先，全部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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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死死死！哎呦，来哦！哇，谢了！他直接跑过来，直接炸我，过力！哦呦！哎，我的跑那全部跑哪里去啊？哇，唔系嘛？咁多，我老喂！哎呦！哇，一个人打十千个咩？我的人呢 ？Where is my reinforcement？哇，我的 reinforcement 没有过来啊，吓到我一下，我差一点要死掉哦。哎，你们有这个什么、啊、坦克车？我没有坦克车可以驾嘞。他们在哪里？小心各位，他们还有250多位。Oh shit， 那边好像又来了。对面很多了。哇，一大堆哦。他们在那对面那边。OK。很多，那边很多啊。这边又有一个地方是他们变出来的地方。哇，全部跑到哪里去啊 ？Oh shit， 来哦。OK。哇，幸好这铁门把我挡着了。What the？ 来，大家一起用烟。我用 rocket 先啊 ，rocket。那，哇，老很多哎、欸。
我十哦，我十啊，这样多啊！我的 partner 在哪里？为什么你们不要驾一辆哈斯拉的车过来嘞？这么多，我要怎么打得赢哦？等一下我拿回来了，这个 MG 的枪在哪里 ？MG 这支 OK。他们的武力很强大哦，哦呦，不可以打了。OK。OK。你压死我！死了吧！哇 ！OK。哇，来哟来哟 ，Hasra 来哟 ，Good job！ 我等你等了很久哦 ，My friend。Come on，follow me，follow me。来，上我车，上我车，快点，快点，快点上。Yes， 哈斯拉，我就是等你来好啦，有你在，我就会成功了。炸炸！把整个地区炸了完全部。现在我们打进市区了啊，然后呢，我记得你们是要求我说要去找他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啊迷你杆是不是？可以，没问题，马上找给你们。来呀，你们在哪里？出来！还有一大堆人在那边呢，我觉得在底下是吗？啊，应该是在底下，我看。哈哈哈！我让你炸气全部死到完了。这样是我的，来 ，Come on，follow me。哎，我没有叫你下车，我叫你跟我。那边全部跑出来了，那边全部跑出来了，那 ，OK， 你们要杀我是不是？怎么这个人哪里来了？这个应该是间谍来的啊，是吧？间谍 ，OK， 要射我的车啊，没这么容易啊，要射我的车是吗？没那么容易，我一下子就可以搞定你们了，哎呀，107、106，哇，好多啊这边。炸你们死啊 ！OK， good job。有这样的哈萨，我就很好炸了，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给搞定了。而前面有他们的武力车子是吗？来，喂 ！Oh shit， 我的车着火了。会被爆炸，我的车会被爆炸。下车先，下车先，我怕会爆炸。来，离开那辆车先，我怕会爆炸，真的。OK， 他爆炸我就死掉了。不会让他爆炸啊 ？OK， 没事。来上车先。OK， 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了，不可以再乱来了。Whoa！ 哇 ，shit 了，他们还是有本事炸到我的车嘞！有另外两军事的车也跑过来了，这个去爆炸炸死你们先啦、啊！那边还有很多位哦，喂哟，这样多、哦，哈哈，一炸就全部死到完了。OK， 这应该是他们的车来了，炸爆了吧？还没有爆，
还没有爆啊，这样久还没有爆，哟，这样硬哦。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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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21位爆，我们要赢啊！这场战争我们要赢啊！哇，我们全部用车哦。我们，哎呦，谁炸我 ？I see you are the full man die， 全部死吧。OK，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香港的这一个 troop 已经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全部拿到完了，他们全拿把我们给拿下来了，所以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可以赢了。所以这样我要驾驶这一辆车呢，再进去这样才有我失败的地方。OK， 因为我有这辆车，我就不怕了。但是当然我要去修理先。这里把这些地方全部给炸到空空为止。哇，那边还有很多哦。可以了吧？可以了吧？可以。哎呦 ，shit！ 来，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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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你又来？走开啦你！好了好了好了，今天这个很，哎呦 shit， 你不要乱射我了。好了好了，停止了停止了，全部已经死完了，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去找一个比较靠近我们地点的那个兵营先。哦，这个原来是他们的坏人的车来的 ，I see。OK， 把他给炸爆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地点就被我们占领下来了。这边是 ambulance。OK， 我们先号召几个市民们，然后把几个军士们，然后把我们这个地方给修理好，这辆车修理好之后呢，我们命球拿满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冲回去刚才那个地方。那地方呢不会很远罢了，就在这一边罢了。OK， 我们要过去这一边。好。OK，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很多东西，那个车呢，这个战车呢修理好了，然后哇，那些武器啊，还有我的命啊，全部已经加满了，填满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可以开始攻击这一个地方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拿下来。然后现在呢，我不晓得什么原因，为什么我后面那个 partner 呢，怎么他搞什么鬼不会过来的？喂，过来耶，笨蛋，快点！看，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陆生都的市区呢，就已经没有人了，因为呢，他们已经知道战争已经来了，但是呢，他们的 building 啊，这些高楼大厦还是这么美丽的。其实道理来讲，应该是不可以这么美丽的，应该要很烂的。OK， 但是他们是这么美丽，所以就 OK 啦，算了，毕竟是游戏嘛，对不对 ？OK， 这边有一辆车的。那应该不是哦，还有士兵们车，哎呦，这是哪里有什么车来的？把这车给炸烂先，他绝对不是我士兵啊，这些，对吗？要叫我走的地方呢是，哦 no， 好像是我士兵哎。OK，Hello， 你们好，我是保护你们的军士啊。OK， 我们现在要前往去战争了，你们最好是乖乖的哦。哦，后卫那两个军事的车啊，为什么这么慢啊？可以快一点嘛？我们要前往的地点要快点呢。啊，不等他们啦，我直接过去啊，因为我这一辆军事的车呢，是肯定可以把那辆战争给赢下来的，因为很强，我非常喜欢这辆车。OK OK， 来来来，我们现在弯进去里面了咯。
来，转我们右手边，左手边 ，OK， 往经济里面了。哇，还有很多辆车辆啊 ，OK，Good，、okay, 但是很少人，已经很少人出来了啦 ，OK， 哎，我们全部不要出来了嘞，战争就要开始了嘞。OK， 这边的地方呢，全部不是我的地方哎，所以呢，这些市民如果谁有出来的话呢，就一下一脚啊，一炸弹把他们给 ，Oh shit，What the fuck， 哎，你可以不要这样无聊吧？挡着我之后，在我车辆没有办法进去里面。What the hell？ OK OK， 还是总算可以进到里面了。那两不要跟着我是好的事情有啦。我现在自己本身进入了，反正我都知道我自己本身可以赢这场战争的。哈哈哈哈！只要没有人把我的这一辆什么这一辆哈斯拉车给炸烂的话呢，就 OK 了。炸烂就惨了啦。OK， 希望没有啦，希望没有人把我们这辆车给炸烂了吧。OK， 现在我们是使用这一辆车子上去了咯。OK，Where、okay, are you？ 他在上面，准备好啊、哦。OK， 来，我来，又我又再一次来到你们这个地方，开战了啦。先把他们的这辆车给炸爆先，他们的车在里面。Hello， 演习吗？演习吗？啊啊！来，我要。把这个地方给拿下来，里面人也疯狂活了。OK， good， 哎呦哎呦，哇，一下这么多啊，哇，很多、哦、哇，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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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地方也是真的是很难打一下的。我看他们军事车来了、哦、啊啊啊啊！一下子就炸爆你们了喽！啊，还要跟我玩吗？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OK， 哇，真的很多嘞，各位，这不是开玩笑的嘞，这真的是很多哦。哇 ，shit， 他炸到我的车了，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军事厉害，这个将我一在我的车一直在行驶，他都可以把我的车给炸爆啊！佩服佩服，老大真是很佩服你们啊，但是你们总算今天呢都不能够活好了，我要把这整个地方给炸烂。OK OK OK， 来，全部爆到完了。哇，那边有人要炸我的车。那边有人要炸我的车！我快离开这边先，不然等我的车着火。哇，你是炸我的车啊？很好很好，看谁比较力量比较强。我这个是 Super Rocket 来了，好不好？你以为你真的可以赢过我吗？你看，各位，我们的军事还没有来哦，我就把他们的坏人啊，他们的这俄罗斯军队哦，给打到一半了喽。还想要跟我玩吗？全部死吧，绝对不会让你们活下来的。OK， 来，我们再进入里面。OK， good， 很好。不好意思啊，炸你一下先，给你飞起来。OK， 我的军事也来了，我的军事也来了。这个是我自己的军事的车来了，不要撞我。这是他们的车吧？对，有啦，这就是他们的车。前面的全部死到完吧。哦，那边就有人变出来了，变出来的地方就一定要炸，一定要炸，一定死很多那边。OK， 你们躲在屋子里面也没有用啊！我告诉你 ，What the？ 哎，这突然间变出来了，这突然间变出来了，突然间变出来了，突然间变出来了。那，哎呀，这么你还叫跑 ？Oh shit！ 我车等下会着火，我车等下着火了，离开这边先，离开这边先，外面很多，外面很多，去打外面了。
OK， 这边又来了，他们辨认出来的地方是吗？看见了，对啊，就是这边了。OK， 有本事吗？那边好像有很多他们的军事车要跑过来哦。哇，跑过来，炸！各位炸！惨了，我的军事车也是会爆炸，我就知道。 OK， 我知道你爆炸了，所以我就继续要炸你了啦。连你的车一起炸了啦，反正你都爆，哟，血量很强哦。哇，那个很强哦，那个很强哦，哪一个很强？哇，谢了，爆炸了吧？我把整条路给封起来了嘞，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能够再进来了吧？ 又有车要进来哦！我们看又有车要进来哦！哇，看见了，啊，那炸，那炸的话应该可以炸到他了吧 ？OK， 他车也是被我炸烂了，没有了咯。然后现在是后尾的，啊，来哦，啊，还没有出来就给你时间啦！ 炸你连骨头都不用存了啦，吹到完了啦！你为什么一直在这边徘徊？消防车我是绝对不会给面子了。他们的武力还有很多一下。Oh shit， 他们在打那一边了。OK， 我要过去那一边了。等一下啊，我要怎么过去嘞？ 有点难，我要想过去。OK， 那边好像有点难过去啊。哦，这里可以走吗？哦，这好像不可以走了嘞，可以吗？试看一下。Oh shit， 后面来了。 啊，不用啊，我直接短后面就好啦。我在干嘛？OK， 我管后面就好。你走开！我一射一滴给你，整个身体连尸体都不用，都是被我炸烂了。哇，很好，冲进来吧，冲啊，来啊，看你比较硬还是我的车比较硬？ 喂，我是你的人哦，谁还有谁在射我？哦，原来是这一辆。OK， 已经被炸爆很多了咯，但是好像很厉害呀，他把那个地方给挡着，我就无法出去了。 来，冲出去！走开！真的，后面又变人出来！哦，他炸到我的车了！What the hell？ 这个是哪里来的？Oh no！ 好了，这场战争我觉得很有把握，我们可以赢了。因为我，哎，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讲，哎 ，stop stop， 我的车子在爆炸 ，stop， what the fuck， 你喂，走开，喂 ，stop， 走开，下，哇，谢了，哇，你这样子来压你自己的好朋友的车啊？你看我的 rocket 被压到整个不像样了咯，有你这样子的咩？ 既然你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也不要给你面子啊！我反正我这么在这么远的地方啊，来吧，把全部炸到完，连你都不用存了、啊。不要怪我兄弟，是你自己逼我这样子做的哦。
OK， 好嘛，还剩40多位罢了。哇，那边又这么多一跑出来了啊！不会吧 ？OK， 来，我们下车给他们打拼过。反正我们武力有这么强了，来，各位冲吧！用人力，现在用，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那边也是很多啊，你们看到吗？用 AK 杆来扫射他们。他们现在21位罢了，他们输了这场大战，他们输了，我们人赢了。OK， 我现在用 sniper 啊，把那些剩余的家伙给杀死。OK， 还有吗？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车来的地方。OK， 拿出我们的这个 AK 杆啊，我们这样 AK 来呀 ，AK 啊。OK， 你们全部应该死亡了吧？全部被我们警车被我们很炸的样烂。Why you shit 啊！你自己撞自己的人啊！还有剩4位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这场战争，我们赢了。Good。哇。OK， 一秒，赢了。Good job， 很好。是不是还有2位了？好，我们在哪里？在屋顶上面呢、啊。在屋顶上面是吗？为什么你要躲在屋顶上面？哇 shit！ 那，哎呦，哎呦，那个 rocket 哪里来了？看到你了啦。OK， 有2个躲在那个躲在屋顶上面，在哪里？冲他们先炸你，在上面，在上面，他们很厉害啊，跑到上面去啊。拿秀杆准备好先，来，出来，现身 ，What the fuck？ 哎 ，Oh no！ 哎呀，我在搞什么鬼？哈哈 ，What the fuck？ 哎呦 ，OK。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2个地方了 ，OK 。第一个地方我们占领就是现在这个地方，这个，然后是这个，然后到时呢，我们下一个影片啊，下一个第7集的这个 Red Dawn 啊，我们要再占领这3个，然后希望我们3个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2个。但是目前呢，我们看来看去还是找不到他们的 mini gun 的那个杀手啊 ，OK， 因为。我们要占领这个地方了之后呢，我们要找一个是靠近墙的地方，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这一边了。这一边呢就会有一位是拿着迷你杆的 ，OK， 但是啊还没有看到他。我以为今天我可以拍到有迷你杆的那个坏人军刺出来，但是目前来他们很厉害，他们这些在市区的这些俄罗斯军队呢，他们有几个人是拿着迷你杆的，但是他们不要出现先，也许他们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他们身穿呢会是穿到很硬的那一种服装，所以呢大家要非常小心，到时候我们要打他的时候呢，一定要拿到他的迷你杆之后呢，把他安装在我们的车那边，然后在我们车那边开枪射回他们啊，这就是我们的目标。OK， 好，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的观赏，记得守着 Officer CK YouTube 频道，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晚上8点，还有星期五跟星期六，每分 Red Dawn 呢都是在星期六啊中午1点。OK， 好，我们在下一个 Red Dawn 的影片第7集，我们再见吧，各位，拜拜。